第十二题问的是葡萄糖氧化产生能量过程中氧用在哪里，氧是不是用在最后的电子传递链，电子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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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电子呢是被氧接收跟氢离子结合形成水，所以有氧呼吸的氧用在最后一个步骤，电子传递链氧当作电子最后的接收者，当氧接收电子跟质子就变成水，所以这里答案是猪。有氧呼吸的氧最后用于电子传递链的电子接收者。